女团 New Jeans 出道仅仅一年多来就推出了多首热门歌曲，引发全球的现象级 cover 风潮。而 New Jeans 的成员们凭借超高人气获得多个国际精品的青睐，广告代言接到手软。不过在忙碌的行程中，就有网友发出了他们的学生照，笑称五人竟然还有时间回到魔法学校上课。然是上千名粉丝投票后，选出成员们各自适合加入哪个霍格华兹魔法学院，并合成了一系列成员们身穿片中校服的照片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大赞，照片合成的超级好，五位都是霍格华兹校花，拜托公司让他们去演青春校园剧吧。不过有部分网友惊呼，邪灵竟然是史莱哲林吗？虽然对这个结果有点意外，但是看照片又很适合呢。